今仔日五月七日，礼拜六的中视新闻，我是李主干。全国大专预科大型杯比赛今仔日伫平都大学来举办，即届比赛项目有排球、甲篮球等等。因为参加的队伍实在是太侪啊，爱连续比两天才有法度完成全部赛程。全国大专院校行销杯比赛今日是伫明都大学来进行。根据主办单位表示讲，大型杯是全国大专院校当中一个真有名运动比赛。比赛项目有排球甲篮球。即届明都大学争取到主办权，前来参加的学校甲队伍是非常的多，所以比赛是连续举办了两天，才将全部的赛程来完成。而且参加的选手拢是每一个学校的精英，所以比赛嘛拢是非常的精彩。来吧！大概有四手，然后因为我们举办的原因是因为去年，因为很多学校有举办，那我们想说我们今年想要抢到这个主办权，所以我们想说也为我们自己学习东西，也为我们学校争光荣誉这样。大概吧，大概男篮跟女篮还有混排。主办单位表示讲，大型杯比赛会使让全国大专院校当中行销科系学生做阵来练习，因为透过这届比赛，大家除了会使学习课程以外，也会使来运动一下，让身体更加健康。另外嘛，是会使认识其他学校的学生，若有机会，也会使互相交流，了解大家对行销课程有啥物无同款的看法。中新闻蔡江平，北投报道。